各位亲爱的台美人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月水。那么伫遮呢，甲各位问请安问好吼。啊，这回选举的结果啊，出乎意料吼。啊，遮尼大的热情，啊，而且呢嘛是全力吼，我个人也全力辅选。那么战场超过上百场吼，啊，会当讲精疲力尽。啊，但是呢，无想着讲结果予咱失望。啊，但是我想呢，每一摆的失败，拢是予在野党、民进党搁较大的一个啊奋斗的力量，也是予咱台湾人啊搁较爱去检讨，为甚物咱会当为迄落做国与国的特殊国与国的关系，到一边一国，到退落来，到即摆咱怎讲迄落做九二共识。咱拢遮无搁再争取吼，咱一条为着要执政，咱甲咱的国家一步一步咧提，咱为着要拼赢政权，啊，咱的叫做咱遮家己失去讲，咱必要的时阵和平是用革命甲武力，甚至是牺牲换来吼。所以我想，咱过去民进党还未变政党的时阵，惊街头、防拍、防弄，才有今仔日成绩。但是即摆呢，诶，民进党怎变成讲，除了是一个啊执政国要轮流执政的政党以外，甚至呢内面党内有真侪派系，啊，这是予人较失望的所在。但是呢，每一个政党拢有伊的毛病，所以咱今仔日爱知影要消灭国民党的只有国民党，所以呢，民进党爱搁较加强。若无的时阵，台湾这块土地是毋是台美人倒转来的时阵，山河依旧，但是人事已非啦吼。啊，因为呢，我已经宣布讲，这回呢啊选了以后，我就退出政权、政治，啊开始做公益吼。啊，我想这回人民的力量，予蔡英文真大的鼓励，啊也是人民的力量，予民进党继续搁再生存落去。所以我希望，不管是蔡英文本人，还是台美人，还是民进党，拢唔通泄气，拢唔通闹气，咱来搁继续拍拼。台湾一日无建国，咱就一日袂使，予咱家己认为讲咱是失败者。伫遮，我用上大的祝福，祝所有台美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多谢恁过去对我的照顾，多谢恁。